来吧，今天来拆一个米哈游家的快递，是之前吃的，就是上新的时候吃的，是那个应该大部分都是那个原神的枫丹盏，然后当时凑了个200的满赠，因为为了它不属于那种累加的，它不叠加，所以说只能分开来，然后就吃了找了一堆现货，因为这样子的话至少。就不用等那个，来我欧的那个12月份，这样直接就是有现货的话，就是只要明信片一出售，我就可以拿到。这一波应该都是当时上的新品现货。拆开看一看，这个应该像是明信片哦。呀，是可莉的那套明信片。就不拆开看了吧。这一套几个？哦，一套是对14张，还挺。是那种珠光的耶，好可爱哦，小可莉。然后因为已经预出了，我就不拆了吧，保证它是全新未拆的。收物咪，对对，这样子收物咪的话应该也不会介意。然后这是吃了一些其他的，林尼特的枫丹盏。哦天哪，我真的好喜欢林尼特的这个饼图啊，好漂亮，好可爱。哎，我吃了5个呀，对，在这里。哇，它是那种，它有那种珠光细闪，它要对细闪。哦天哪，林尼特这个饼图真的好可爱，我好喜欢哦。哦，林尼特可爱的风行的猫。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新系列，然后是拉斯林通小草神，还有比西亚，这个是它的第一期、第二期还是第一期啊？然后这个应该是最新一期啊。比西亚这个也好漂亮，还有我们的多莉小富婆。哇，它这个饼图真的好喜欢，超可爱啊！猫猫齐亮亮。可爱，嘿嘿，谁能不喜欢猫猫呢？哦天哪，这个真的好可爱，好漂亮。这个的话是什么？我记得我还拆了个立牌呀。哦，它的立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这个立牌超漂亮，但是它这个立牌好像是粘在这上面的。哇哦，但是。好漂亮啊，林尼特，又可爱又漂亮。什么开启聊天模式，开启节能模式，这个的话应该就是，其实米哈游这么出的话我不是很理解啊，就是这个它没有像这种档案袋的话，文件袋的话，它用这么一个，只用这么一个泡沫袋装着，真的感觉，这个我感觉还是用那个硬纸板能好一点吧，这样子的还是会有很，也不能说100%吧，但是万一呢，那种情况万一发生了呢，就比如说它折了的啊，好漂亮，哇塞，这个好大呀，哦，它是有那种烫金工艺的呀，哟，这个林尼特这个饼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大耶，哇塞，好漂亮啊，觉得可以去吃富士了，哦，它这个烫金的，还有这个，我特别喜欢它这种。墨绿色，就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。哇塞，啊，林尼特，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